这局三个路人队友非常给力，从头刚到尾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开局跳新成员林抢空投，但是运气不好，是个妹控，赶紧进屋拿枪，队友在隔壁被击倒，放个蹦床直接上到房顶，看到他了，击倒，打对面一个意想不到。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可乘之机，他也想玩飞檐走壁，连打带补解除痛苦，喝个药，被前面亭子打了，成功放倒，紧跟着和队友一起压过去，拿下，继续转移阵地，击倒，以为这片房区已经没人，结果被打侧身了，年画快速回血，直接莽过去，飞檐走壁，又是两个人头到手，美滋滋啊！这还不倒，追上去，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了吧？刚加上血，又被我放倒，来清宿舍楼。什么叫做天选之子？前面两个人不打，直接一枪把我给喷了。杀到 P 城，封了不少烟雾，这里近处和队友清扫干净，打算离开，突然被偷袭，连打带补，不给他任何希望，正准备上车呢，假车后又有人，人多势众，直接干拉，拿下，连进决赛圈，和队友一起开车摇人，是个四人满编队，一顿交火直接团灭。决赛圈剩下最后两人，看到一个躲在石头后面，直接跳车，这个人在躲一号的火力，最后的四打一也没有任何的悬念了，直接带走，成功吃鸡，再九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